我开始营业的时候是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，就跟我母亲一起商量做这个瑞瑞的生意。因为 MCO 的关系，然后自己的本身工作受到影响，然后尝试做这个瑞瑞的。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从7:308点到晚上的凌晨1-2点都会有，休息日是在星期三而已。有顾客包我们的露露不飞出去，我们的罗里就会移出去外面做。玫瑰这里一样照常有营业，就是我们有用自己另外制作的一个档口来在玫瑰这里照常营业。总共有80多样的材料可以选择，除了露露以外，也有烤茄子、烤杏鲍菇，也有烧烤丸之类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有炒冬粉、带子冬粉、火辣辣冬粉和花蟹冬粉这3样选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die， 这里是信丰露露。有喜欢吃露露的，还是要找露露不费包车的，可以来到奔镇大财路玫瑰花园这里找我们。谢谢大家。